快快快，去上上传医官，传医官，快！经理，你怎么样？是顾不好，顾来晚了，你要出气，可以。又来苦肉计，到现在还要算计我。解气了吗？你死了一起就乱了，我不能成为那个罪人。你把我放到西院，不就是想让我死吗？姑没有，只想你满意了我。姑是想接你出去，但是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帮你洗脱罪名。我何罪之有？你没有罪，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。姑现在就带你出去。站住！你走。什么？走，我让你走。周经理，你不要太过。顾着就走。局长。